天呢，准备的这个机制，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可以让大家更关注需要爱的朋友们。那这个 T 恤希望可以带一份温暖的爱给需要的人。这件衣服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含义？这件衣服就是我平常还蛮喜欢，就是夏天穿黑色衣服还蛮好看的，所以而且会让身材显得瘦。所以已经很瘦了，还要这样逼死谁？好 ，Eric 带来这件非常帅气的 T 恤，希望可以把他的帅分享给大家，对不对？对。谢谢我们的 Eric。那接下来呢？我们也要提醒大家，我们所有的小物都会在用 UDN 买东西的公益平台上面做竞标。那接下来这位可以说是我们的台庆演唱会模范生，欢迎我们的朱丽静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丽静。每一年呢，都可以看到朱丽静。朱丽静对于公益真的是不遗余力，尤其是呢，每一次都捐出很特别的礼物。刚刚这个在后台，每个女生都尖叫，太可爱了。这个是一个那个手机壳。那因为现在其实每一个人好像可以忘记吃饭，但是绝对不会不滑手机。而且最近可能每一个人都很计较手机上面的样式，因为都会秀出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实用的东西，然后当然它也是就是没有分年纪或者是性别都可以用，就是应该可以男生也可以用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就是搭衣服也不错。对啊，可以把它别在上面当成一个那个装饰。然后因为代表最代表爱心就是红色，对，然后因为它是一个红唇，那其实它是本来就是我自己在用的手机壳，然后我因为很喜欢，很怕它就是很快会脏掉或坏掉，所以我就把它收起来，而且盒子都还在哦，对，防尘的也都还在，对，然后很用心。昨天就是其实我也有挣扎的，但是我觉得一个跟爱心有关系，需要大家一起支持的一个活动，就是一个最大的表现值就是割爱，真的，掌声鼓励。所以希望就是收到这个的朋友，他会觉得用起来很开心，然后看到这个红红的代表爱心的红色，也可以时时记得我们要分享我们所有的给别人。就是很开心可以连续3年都来参加，然后其实今天当然这样子就是可以呼吁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，然后也是告诉大家当天我们会带来很好的表演，然后通常在现场也都会有非常非常温馨然后很嗨的气氛，所以很期待当天。